坚实的堡垒，严密的防护，雄伟的军容，为从容带来绝境中的希望。这就是铁军威军营，甲咱之前所看到的苗疆军营完全无同款啊！铁军威专职固守苗疆各处山头，对抗任何可能怀有疑心或者不服王陵的势力。其军威战力，非是一般苗营可比。刘伯出得因的帮助吗？咱并无清楚北京王的势力到底扩展到苗疆何处，万一……因已经被北京王收服了呢。你也令势力多生鬼畜。宋姑娘讲了有道理，咱现在应该更加谨慎了。这已经是我现在最好的选择。感谢恁的相助，接下来的路途我一人行就好。等一下，你这是在赶我离开吗？您是东营的人，有属于中原七方，无论是身份也是立场，都无必要再参与苗疆的内斗。这段时间，您为我做已经太多了，我不能再让您继续涉险。您的温情，从容铭记在心，此生就无机会，来世定当回报。从容王子，真是学未上教训，也唔惊。宋姑娘，拢办到这了，无理由抽手吧？军师重地，不得擅入，韩杂人等速速离开。请问军长可在营中？我有要事相告，可有军令？无，无军令，不得进入，离开。拜托你，我真正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军长，离开啊！喂，你也太不通人情了，不是讲有真重要的事情吗？入去通知一声，也未应接吗？军长只看军令，不讲人情。快离开！您，难道连王主的命令也不会听吗？干什么？啊！军中只听军令，莫讲王主，就算是王，无军令随身，同样不得进入。啊！您早就知影伊的身份了，是吗？啊！您知影伊是从容王主，却也是不让伊进入。又是北京王吗？阮只看军令，再不离开，军法处置。要杀便杀，不用碎地之处冠冕东红。从容王子，离开吧。从容王子，宋姑娘，现在要怎样办啊？跟上吧。天津，太归天津。